什么令的挂挂挂挂台语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到底台湾马来西亚人 Smalling， 今日要来做羊肉豆花，是安尼讲无？春天一点落雨，所以就要来做豆花。关联在哪？挂什么关系？我去年去台南买一罐。你去哪里买的？这家卡。这家卡。我去这家卡羊肠。买羊肉用要过期啊，所以一定爱紧紧的吃羊肉豆花。我无做过羊肉诶，说明书有讲足简单，用一寡靓诶豆粒去做就 OK 啊。但是要用电锅去吹，但是我无电锅诶，所以我就用锅去吹，应该是无啥影响诶。边个有一个背吼？因为要牛羊肉诶，豆粒甲羊肉诶比例是100:1。今日我想要做。500cc 就好，就是就好。500cc 就是5cc 的羊肉，打烂一个，打了后诶，顶管有气泡，伊讲你会当呼出来，你咪呼出来，呼出来，呼出来，先挂内底，去学台语，是上轻松上欢喜诶。你故意去学着较辛苦，一直拍，一直学，一直互人笑，你就会进步啦。但是我已经。怕两三年浪火下面进步。伊讲吼，那是超过1000cc 的豆粒就要吹超过20分钟。安尼问了偌久？应该15分钟啊，我就家己调整。其实我足好奇的羊肉到底是啥物味的。好好，我试看卖啊。啊！那会足咸的，足咸足咸足咸就对啊。世界有得咸，你知影啥物成分吗？内底内底敢那是二氧化镁的。放入去 ，OK， 噔，看不出来有啥物问题啊？是豆花耶，你看，哎、欸，好，它有点软。我比例就是100:1，哇，好软哦。哇，看起来嫩，因为我用的是有滴的、有糖的豆粒啦，所以就。我咧加糖啦，啊，做特别的猪皮诶，咸味吗？有啊，但是有一点啊，一点啊咸味诶，做特别咸味，一点啊尔，有够嫩诶，入口即化的感觉，觉得我蛮喜欢这种口感，诶，袂歹食诶，我介意诶，咦，好你食，闻起来就是豆花的味道啊，哎呀，不然咧，你还以为是什么炸鸡的味道吗？好吃哎，那个咸味很淡，很淡。可是它跟甜味一起冲击的那种，我觉得是顺。不管是味还是口感，我都可以80分的。今日的羊肉豆花就是足成功的，哎，袂歹耍的。后盖介绍，食，后盖见，拜拜。越来越像豆花嘞，它本来就是豆花废话，很像哎。是哦。一样啊，还是软的啊。哎呀，哦，又满出来了。我觉得只是放比较冷。